出。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演员郑潇。大家好，我叫王亚丽，我来自孟加拉国。大家好，我叫美丽莎，来自俄罗斯，今年才中国已经两年了。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京剧的时候有点听得不太懂，但是看着老师们这个妆容还有服装格外美丽，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还有京剧格外有兴趣。其实他们每一个故事的他的人物他们的妆造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就会让人更加有那种探索的欲望。京剧可以说展示出了中国人的浪漫的想象力在里面。当一个洋娃娃穿着我们中国的旗袍唱着中国的国粹京剧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国粹京剧这种跨越国界那种能量。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华流啊，嗯，也会一直成为顶流。说得好，太棒了。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三位。谢谢，好，谢谢老师们。再见再见。刚才的京剧扮相太美了。谢谢谢谢。新编京剧《大唐贵妃》是由我的师父梅葆玖先生提议，把我们梅派的传统剧目《太真外传》融合了一版，加入了合唱、大的交响乐团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喜爱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交响乐的加入让我们感受到了京剧在今天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海外传播的能量以及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下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见两位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京剧名家。好，我们去体验一下最传统的京剧，走。这就是我们北京京剧院的谭派传人谭老师。谭正言，您好您好。说到京剧，它形成于道光年间，在20世纪30-40年代达到了巅峰状态，被称作国剧。截至目前，它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剧种，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国粹。提到谭先生，那就不得不说我们中国人第一次自己拍摄电影定军山。那么定军山的主演就是谭正言先生的天主谭鑫培先生。在那个年代，京剧是最时髦的艺术。要不今天现场给我们演绎一出定军山的片段好不好？好，可以。来，我们掌声欢迎哦。可以呀。
风啊，是听来得巧，天助皇忠臣功劳，头痛额骨战蟠桃，儿痛额骨金战袍，三痛苦刀枝条，四痛额骨把鬓角，向天国国久长，退后难免难只一刀，三军与压也归阴曹。好，可以鼓掌了。这身行头，我觉得这真是太漂亮了。对，我们穿的这个服装呢，叫靠靠呢，就相当于古代人穿的盔甲。嗯，就是什么颜色的服装呢，就叫什么颜色的靠。现在我穿的就叫黄靠。黄靠，看这件服装，这是个老物件。哦，老物件哦，这是我曾祖父谭福英先生穿的服装，看里边写的是1954年。还有一个老物件。也是我曾祖父谭福英先生用过的黄忠的刀，我们京剧叫象鼻子刀。你看这个刀头像一个大象的鼻子一样，它卷上去的。那边还有一把是跟这一样的。哎，这个相比起来，这个就魁梧一些，大一些，这个就秀气一些。一长一短，一新一旧之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家族血脉，还有我们文化传承的这种使命。对对，其实传下来不仅仅是一个物件或者是一个道具、一个服装，它传下来的是老一辈的这种精神。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跟您也学习学习？这样，我们简单的学一下刚才我唱的《定军山》的四句。嗯，钉子步，叉腰。头痛骨战饭灶，就是该做饭了，打仗前的饭，战饭灶。二痛骨上左部出右肩，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往回抖这个靠，紧战袍。这三痛骨刀出鞘，有一个拔刀的动作，刀出鞘。刀出鞘。四痛骨还手，换一个圈儿，把兵交，全忘了。会了吗？会了，试下啊。对，起，头痛骨，战饭灶。二痛骨，紧战袍，紧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哎，还不错，挺好，挺好。单院长比了个耶。在谭先生的带领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京剧的魅力。这背后确实是咱们的这个行当的子弟们，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勤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是的，是的。可以说是一部《定军山》，几代家国情。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谭老师，也送给我们所有的谭门子弟。老祖宗谭鑫培先生呢，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马上也要上映的一个电视剧叫《云雀叫天路》，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这种新的手段讲好中国的故事。非常期待。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梅派青衣第三代传承人胡文阁胡老师。胡老师好。好，您好。因为我们知道京剧说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嘛，那个时候呢，所谓的旦角吧，它呢主要是要傍老生。那么在梅兰芳这一代艺术家出现以后呢，旦行就变成跟老生同样的挂头牌了。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老生的做工刚劲有力，是吧？我们真的也想看看我们旦行的做工是怎么样一种情景。现场来一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胡老师，我们掌声欢迎。我就展示一段著名的贵妃醉酒了啊。第一杯酒呢，贵妃是在蒸汽的状态下喝。你比如说第一次裴力士敬酒，敬酒酒在桌子上放着呢，裴哎呦呦，谭先生陪酒，哇，这是联动了，来丑行了，这个不容易啊。生旦联动，裴力士敬酒，敬的什么酒？太平酒啊！一看，好，呈上来。
嘚儿吧，拿开，你看这就横着打扇了，不高兴，对，不高兴，横着一打，一看，一想，喘一口气啊，喝，一喝，这是第一方，扔了，让我师妹来，第二方该我了，姑们请酒，怎地什么酒？龙凤酒，何为龙凤酒？三公六院所造，名曰龙凤酒。好，臣上来。你看这边是用扇子，你给我拿上来。这还有一番呢。你看我准备喝了吧，刚想喝，一下不对。你看我拿眼瞥他一眼，他吓得头低了。看什么呀？不找茬。我是你能看的吗？就找茬呢，这就找茬呢。这一看，然后再一想。喝了哦，喝完了以后呢，第二番这个酒杯就往下扔了。哦，她是贵妃，所以发脾气都是可爱的。嗯，哇，我觉得她每一个这个眼神里的戏，对动作的揣摩，就让整个人物丰满和生动起来，栩栩如生。那一刻就觉得您就是贵妃附体。今年呢，也刚好是梅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的戏曲文化能够与世界戏剧并驾齐驱、平等对话，梅先生是功不可没。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非遗里的中国》节目现场，我们也特别希望胡老师能够再为我们来一出原汁原味的《贵妃醉酒》。好的，好的。啊！在下面看到您和梅先生之间这种跨越时空的合唱一段经典曲目，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刚才演完了以后呢，看到梅大师在50年代初录制的《贵妃醉酒》，但是看完以后呢，我觉得时代变化得太快了，但是我们的根不能变，我们的中华国粹不但要唱响世界，更要响彻新时代。好。150年前，谭鑫培先生创造了京剧的第一流派谭派，以致后来无声不谈，无腔不谈。我愿意为京剧事业奉献我的一生。作为梅派的第三代传人，我有这样的责任，
沿着大师的脚步，润物细无声，把我们梅派艺术传承下去。传承的意义和精神呢，我觉得是坚持下去和坚持把基础做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我也会以身作则，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京剧声声传古韵，文化传承续新篇。好。过去了，注意不